全国养牛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吉林养牛胡哥啊。虽然呢，现在呀进入秋天啊，但是像咱们牛身上、牛的圈舍里，像苍蝇、蚊子、虾蜢还是非常的多。而且呢，像这个苍蝇、蚊子、虾蜢，它飞到咱牛身上，叮咬咱们牛，咱们牛疼遭罪不说。而且呢，像这个苍蝇、蚊子、虾蜢，它如果叮咬完有病的牛，再叮咬咱们家的健康牛啊，很容易啊，将这个病菌、致病菌带到咱们健康牛身上，导致咱们牛生病啊，一点不夸张的说，甚至还危害咱牛的生命。而且呢，特别是这个大月份的怀孕母牛啊，这大虾蜢一叮它一疼，就容易抻着，就容易导致流产、掉犊子。所以说呀，咱们预防像这个苍蝇、蚊子、虾蜢叮咬咱牛是关键，咱可以用新蚊猛不叮提纯工艺，药效加倍，而且是孕雏可用的，怀孕母牛都可以用啊。这一瓶兑30斤水，再加上100毫升咱们人吃的醋精混合之后喷洒在牛身上，持续驱赶苍蝇、蚊子、虾蜢效果达20天至30天。双击加关注，每晚8点直播。